给你做了，哦，他那天想要做这个好像不是特别轻松，好像其实好简单。没事啊，他跑的，他跟教练讲。他们是我们指导官。他是我们指导官。对啊，他在这个台湾职业的。你可以说，一直让我薪水都不停变的。等一下，我要看到那个天桥。